10月13号，有网友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偶遇了奶茶妹妹张泽天。现在当地的气温大概是10到14摄氏度，所以张泽天已经穿上了羽绒外套保暖。剑桥下着小雨，奶茶妹妹打扮休闲，估计并没有化妆，戴着帽子遮挡容貌。在寒冷的日子，她一个人背着包包独自逛街，可能是天气原因，她看着有点落寞。其实奶茶妹妹在开学之前曾经被网友拍到与丈夫以及女儿同游瑞士，大家都猜测是刘强东带着女儿送张泽天到英国读书，丈夫事业太忙没有办法陪读，所以开学之后的小天都是独自在校园晃悠。不过她的进修生活也不苦闷，前段时间她与刘嘉玲一同出席珠宝晚宴，还有人发现她与两位男性朋友一同看英超，所以这天奶茶妹妹看起来落寞只是偶然事件。很快她就融入集体生活，跟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度过周末，恢复社交。